我是公关联合党的112年12月15号。那个花莲站，花莲站10:05啊，我还是301次哦，在中联站，花莲站停靠，208车就两个夜港没有。花莲的有3012没有，3016偏豆等红色带新能力站号。3014台南发车就南回线开往花莲的，然后3012和3016的偏豆田红色带新能力站号，在我们的终点站花莲站停靠。大家还有班次7的停站，然后10:58，刚刚要不要支持这一次，这个那就麻烦。